两个函数可以解决哈，不过如果用需要两个函数呢哈，当然可能会需要分两阶段啊。以后如果说你的工作很复杂的话，我是建议你就按部就一步一步的慢慢完成就可以了。好，那怎么做啊？第一步的话，我先怎么样把那个第二个字哈先把它抓出来，那怎么样把第二个字抓出来？好，那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哈，找到那个文字。 好，以后的话按照类别，反正那个是要抓第几个字，文字类里面的那个 mid 函数，所以往下找一个 mid， 好，给 mid 函数哈，然后呢，它会有几个问题呢？一个、两个、三个，那这三个问题它当然有一个叙述啦，不过这些叙述啊，恐怕不是那么清楚，但至少你要慢慢体会哈，有时候要感受一下它到底问什么问题，因为毕竟这个软体哈是美国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它的思维一定是美式的方式啦。 那所以啊，这边最难的地方，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哦，前面其实都不是中文的，所以你要自己要能够去把那个哈、哦、这个的中文意思，也许把它对照出来，把它想出来。所以第一个他问你什么，哎，你要这个第一个，所以哈、哦，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大部分同学看不懂前面的意思啊。不过在前面当然哈、哦、也会有一些叙述让你知道啊、哦、什么，不过这个叙述有点。 说它文言好像又不是很文言，说它没有条理，好像为什么为欲从中抽取文什么字源的文字串，好像你全部读完之后你还是不太知道到底怎么样。那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你要切割的那个文字在哪里了，好 ，text 就文字就是在这里了，白话就是你要的那个储存格位置告诉他一下，好，啊他就帮你把那个字带过来。第二个问题是 star number。 Star 指的是哪一个字开始 ，Number 是数量，哪一个字的应该数 Number 是哪一个字，从哪个字开始算起啊？那我要的是第几个字呢？第一个、第二个字，所以这边输入2就可以了。哦，你帮我从第二个字开始。那 Number Choice 是你 Choice 是字源呐，哈，意思说你要几个字，你要抓几个字，那我要几个字，就一个字嘛，对不对？哈，所以你会发现哦，回来的结果哈，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就帮你把什么从第二个字抓几个字，抓一个字就是这个字，帮你怎么样抓到这边，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哦，但是请特别注意一点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有一点这个是蛮细节的地方，就是说呢这个一有没有前后怎么样有什么呢双引号有没有发现？那这个前后有双引号跟前后没有双引号哈，两个。 是不一样的哦，特别注意哦，这个是叫文字的一哦，这个叫数字的一，两个不相等哦，你不能把那个文字一当成数字的一做比对啊，如果一比对，你会发现错误哦。好、哦，这个也是，也许刚刚同学有练习啦，应该会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哦。OK， 这关键很重要，因为在我们肉眼看是一样的，但是在电脑它判断是不一样哦。 电脑它还有分不同的知道形态，数字就数字，文字就文字，它两边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点给大家注意一下。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是一，但是这个一是文字的一哦。OK， 所以第一步完成了。好，那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不是要这个结果啊，你不是说哎自己把它变成那个就是男跟女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什么？跟刚刚这个一样，逻辑。不过呢，我不希望分两边。 而是希望一次就做完的话，通常哈会怎么样呢？先做切割第二个字，第二动作的话呢，请你把等号后面的这个公式怎么样，把它剪下来。啊，为什么剪下来？因为等一下要放在那个 if 函数逻辑判断一下。OK， 啊剪的时候不要包含等号哦，剪下，然后再插入哦，一个什么呢？逻辑判断，逻辑切到逻辑，好，然后呢把它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个东西如果等于什么，等于一的话，等于一，那就是男，反之就是女。不过哈、哦，你假设输入这样的啊，当然看起来好像没错，男，好、哦，然后呢，反之就是女。可是呢，如果你这样子输入的话，不过你会发现啊，输入男女它好像前后也帮你加上双引号，因为它是文字哦。OK 哈、哦，那如果这样输入按确定呢、啊？你想说逻辑好像没错，不过全部都是女生，为什么呢？就我刚刚讲的。 关键在哪里？如果等于一，好是男生，那你会发现它好像都不永远都不会等于一啊。可是里面好像有看到是一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一哦，哦，一的前后哈，请你要加什么？双引号。好，如果没有加双引号的话是数字一，如果有加双引号的话是文字一，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哈，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哈。好，按确定哈，来看一下，哎，男有没有向下填满？男女女，哎，对，没错哈。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你会用方法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了。哦，啊，其实这工作里面太多类似有这种用法，因为其实如果你要做一些统计报表的话啦，哦，当然比如说人家输入那个身份证号，你就不用再问人家你性别是男女了，已经告诉你了，你还在，那你就变成说你要自己去取中间的第二个字就知道男女了吧。好，所以有些时候呢，会员资料里面只要有身份证号就不需要性别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了嘛，对不对？那但是你可能工程师或者是你后续处理的人员就必须要会刚刚的方法，如果你不会那很抱歉，哇，你事情永远做不完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 let 称呼部分。好，那称呼部分的话怎么做啊？所以请各位先完成这里好了，我们大概进度也不要太快，因为前面几周我发现大部分同学这个程度如果比较跟不上的话，一定要多练习啦。其实这种东西你要能够会用，前提一定要熟练，这个就技能啦。什么叫技能？就是我比你熟练太多了。所以很多那个为什么技职体系很多新闻一直说为什么那个现在要回头要再继续推那个技职教育有没有啊？主要原因是因为技职就一直做了，那我们现在普通大学就是只是比较是偏学术研究，很会讲但是不会做哦，所以其实应该折中一点啦，不管你是普通的或者技职的这个大学，其实都应该也要会讲也要会做，这才是比较合理啊。你不能说我技职，所以如果你又回头技职变成说他很会做但是他讲不出来哦，你会发现社会上很多这种人，他很厉害但是你问他他答不出来，他就是学校老师一直叫我做也不会告诉我为什么，然后你问他为什么啊，老师说你把它背起来就对了嘛，好，哦，好吧，背起来，对不对？好，但是呢，在普通大学刚好颠倒，你就会讲就好了，你不会做也没关系，不，也不，大部分不比较不强调做，尤其是那个文学院哈，好像也没什么要你做的。有啦，你们原志，我们原志比较特别，就是哈，中语系毕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专题制作，就是一定要你做，啊，不过问题来了。啊，就全部都没有什么叫你做，突然要叫你把它做一个很伟大的东西出来，你怎么做的？所以哈，从一年级开始就要训练各位会写程式哈。好，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哈，把那个刚刚的 Meet 加逻辑判断哈，试着先把它做出来哈。